落日在喧哗，染红了窗纱，打几次卡，挤地铁漂流回家，驻足的大厦，攒几年筹码，才能留下，不去想下次搬家。幸福啊，没有规章，走的未必不漫长，只是多想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，收留所有的流浪，不让他觉得害怕。这间房做过多少人，梦过了多少理想，故事有没有到达？